最近台北市公车这站牌拢去换新嘞，不过市机关发现讲，这英文的翻译是有够一问题，无论是讲咱本地台湾人，也是讲外国观光客，拢看无。来倒回来看卖，你看有无？台北市公车站牌陆续变成这种圆筒形的新站牌，只要细细就能看到公车的路线。不过面顶的英文翻译，予人安那看拢看无。哪个高啊 ？China， 看不懂。这是要日本字哈、哦，这凑起来看不清楚。较早这个托福成绩差不多600多分的罗先生，想真久都唔知影，下骹这个所在嘛，予人看甲雾沙沙。哦，把这去纪念馆啊，对，应该。那多个 August 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很奇怪，8月、2月28，看不清楚。已经学中文三年，听讲读写听都拢袂歹。Walker 正确解念出来以后，这是都伊蛮知影。冰公园，那个高我不知道，我看得懂，因为我会读那个英文字，可是我不知道有什么意思的。英文译名，予大家看个雾沙沙。冰 Park Nakagawa China， 照字面来看 ，Park 是公园 ，Nakagawa 是日本的中川 ，China 是中国，安尼倒拢倒袂起来。无想到讲的是花中河滨公园，正确来讲应该是花中 Riverside Park Memorial Hall August 2028。我来讲的是228纪念馆，但是加一个 August 八月份，予人雾沙沙。正确写应该是228 Memorial Hall。還有一個 Armed Force Sunshine Hospital， 日本來看應該是國軍的松山病院，但是既然是內湖國防醫院中心的英文翻譯，松山內湖差很多呢，正確寫法是 National Defense Medical Center 才對。新增好的公車站牌英文翻譯是無啥啥，市官要求市政府馬上來調查，全台北市的公車站牌無吃變成國際笑話。記者做報導。